早上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再次来到十字路教会。我是 Steve 牧师，我们真的是隆重的欢迎你们，不管你从哪里在听，希望你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星期，不管是疯狂的还是非常忙碌的。今天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把你的电视打开，把你的电话打开，不管你在哪里听，你都会被神的话语来祝福，是通过这里的歌曲还有讲道。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美善的神，你会来去祝福每一个在听的人，在他们的客厅，你的圣灵在工作，触摸每一个听的人。我感谢你，你会和你的子民一起同行，在今天以主耶稣的名义，因为这是星期天，这是主日，我们来尊荣你，给你所有的赞美和尊荣。感谢主，你的恩膏，你的大能会出去，以主耶稣的名义，你不会停留在这里，你要继续的工作下去，在所有的人身上。是的，主在你的身上工作，甚至你在家里，这个主是为着你的，来帮助你的，不是来抵挡你的。我们感谢主，你的同在也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赞美他，感谢他，赞美主。我们来进入一个赞美敬拜的歌曲当中，是关于自由。我们来唱，当我们走出阴影，走出黑暗，进入光，是这个荣耀的福音当中，让他的光闪亮出来。我们来赞美他，用这首歌曲以主耶稣的名义祷告。
Thank you.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赞美神，这是我们如何征战的，以耶稣基督的名赞美神。他是为着我们的，不是来抵挡我们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来为我们征战，他来给我们得胜，通过他的圣灵，通过耶稣基督的圣名。是的，主啊，你为我们来征战，我们不是跟着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和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这个管辖着黑暗世界的，我们来得胜，来战胜他们，通过羔羊的血和他所见证的道。欢迎你们来教会，欢迎你们回来这个线上的聚会，不管你在哪里去听，我们再次热烈的欢迎你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听，这是教会看起来就是应该这样的，这是线上的聚会应该的样子。是的，这个你所在的四面的墙不会倒下。神要给你带来一个祝福，在今天他要他的话语来到你的周围，来高举你。在这个奇怪的时刻，在这个隔离的时期，我非常高兴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人，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是有限制，但是互相的拜访也是非常好的，彼此的联络连结去做，真的是保持互相之间彼此的联系。如果你有问题，你需要资讯，那就来去打电话给这里的牧师之一，如果有他们的电话来打电话，保持联系，我们互相之间彼此的联系。现在有一些通告，请把这个电话去打关掉吧。不，你不能这样做。当然这里是非常有特别的这个默许的。那第一个呢，我们通告就是是的，我们青年人有一个 Zoom 的会议，在这个星期二晚上8点，我们会有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 meeting， 一个聚会，会来彼此的讨论一些之间的事情。还有星期三晚上的聚会，不是在这里，在你的客厅，不管你从哪里听的，预备好，在之前祷告一下，也许5分钟，也许10分钟，在7点之前，这样你就预备好了来听神的道，接受他的话语。星期三晚上是星期中的聚会，赞美神。每个人也持续的来给予，把你的11奉献交上来。你可以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APP， 我想要读一段经文，关于11奉献。记得，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还有在箴言中11:25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我要鼓励你们要做一个慷慨的人，你有多少就给多少，不是从你没有的来给。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有很多来给予神，所以要做一个慷慨的人。在这个屏幕上有怎么捐11奉献的具体的信息。是的，给予到神的事工当中，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只有几年时间来完成神给我们预备的计划。所以我在这里来鼓励你们慷慨的给予。那些有钱财的，在钱财上受到祝福的，我们要大大慷慨的给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方面大大受祝福，你还是可以给予。也许你没有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你可以给你的时间，你的能力，你的这个才恩赐才能。是的，给到主里面，
你可以做一个好的管家，好的大使，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所以我在这里鼓励你要慷慨的给予，从你的时间中，从你的心中去给别人。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予神，去侍奉主，侍奉这位王。所以这是一个尊荣来去尊荣主耶稣，不管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神需要我们都来给予他。是的，教会你是神的子民中的一员，不管你给什么，不要去隐藏，不要藏在石头之下。我赞美主，你会为神而活，当他给你这么多，你也去给出去，祝福其他人。让我们持续不断地给予出去。我们来祷告，为这些十一奉献，我们刚刚这个接到的这些收到的这些十一奉献，感谢天上的父。主啊，我祷告你是会祝福每一个给予的人。主啊，你会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来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段，因为你是供应的神，你会为每一个人供应，每一个家庭供应，你的能力，你的平安都会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为这感谢你，为这些十一奉献，它会被来去使用，去宣扬你的福音，这是真正的唯一的福音，它会让人得自由，你的声音会出去。是的，主啊，让他出去，让他出去。是的，耶稣的名，感谢神，我们会持续不断的相信，圣灵的伟大的工作是世界从来没看过的。感谢主，来赐下你的复兴。感谢主，很多人会得救，会得医治，会得自由。以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感谢主。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荣耀来去给你，有这样的荣幸来给予到神的家里面。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赞美主，赞美主。现在有一些生日我们要来庆祝。 Evelyn， 祝你生日快乐。是的，孩子们在长大了。 Kate， 也祝你生日快乐。如果这个礼拜是你的生日，那 Kate 是有一个特别的生日，神祝福你。我们有一些话要说，这是你的大的生日，是一个40岁的生日。一般来说我们平时会有一个大的 party， 但是在隔离当中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来祝福你，来给你庆祝生日，作为我们教会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从我们这边来说祝福你生日快乐，一个很短的视频。是的，祝 Kate 生日快乐。大家好，我希望你这周过得好。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这个特别的场合，我的一个亲爱的朋友 Kate， 她是我们教会中的成员。那她就是迎来了她特别的40岁生日。他是教会的朋友，也是我们家庭的亲密的朋友。你是一位很好的女士，我认识你也超过二十几年了。那我看见你在这些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经历，有这个一个大家庭，很多孩子，很亲爱的朋友和家庭。你也是有着这个迎接客旅的一些职分的。那你也喜欢去敬拜和赞美，还有去传福音。那今天呢，我想要说，我认识到你非常爱去传福音。如果有一些机会，有人来听见，想要听见神的爱，Kate 就会很热情的去跟他们传福音。不管他有多忙，那他今天有什么计划，在这个多长时间需要用，他就是来去传福音的热情是永远不变的。
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中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的，所以 Kate 很爱去传福音，他也是很爱给予我们这个社区，就是教会的大家庭。是的，让神继续的安慰你，祝福你，来带领你当你在庆祝你的40岁的这个盛大的生日的时候，祝你生日快乐。那生日快乐 K， 神祝福你的家人，我们非常的盼望你在主里面，你真的是也成就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停下来，一直来去这个跟随神，在你生命中神祝福你。是的，我们真的是让神祝福你。我们有一首新歌要唱，它的题目就是讲到神的祝福，这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我来鼓励你们大家来开始听一些好的基督教的音乐，在家里面他们有真的成千上万的歌曲在外面，但是有几个有非常好的为了现在这个时刻来做的歌曲，因为圣灵在全世界工作，在这些作曲家作词家的身上，在不同的地方，真的是高举他们，高举人心的这些歌曲被做出来。这个很多的乐团我可以举的例子什么 Third Day 啊之类的，你们可以听很多非常精彩的基督教的音乐。就像大卫王以前也是向着主唱新歌，这些歌曲音乐是从神来的，这些赞美是从神来的，我们要用歌曲灵歌颂词来赞美神，所以赞美和敬拜非常重要的事。我也鼓励你们大家去听这些好的音乐，去听在现在有一些这个非常现代的当代的歌曲，为着这个情境来写的。那我们可以去听，当我去学习的时候我也听这个戴上耳机来听小孩子们也在家里面上学，那我就戴着耳机这个听他们的乐曲旋律。是的，在你的心中。是的，我来鼓励你们大家来听这些好的音乐来到网上去查一查，去享受，真的是建造一个循环歌曲的一个播放列表。那这是基督教的歌曲的播放列表。那现在我们有一首新的歌，它就叫做祝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词，他说神要祝福你，他会保守你，他会让他的脸光照你，神会把他的脸转向你，给你平安。如果不是为这个时候而写的歌词，那又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神的祝福，他的平安，在这个特别混乱的时刻。是的，我们说阿们，阿们。当你唱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精彩，会更好听。但是我唱的不好。当你听见这些歌词，你就从天上听见了这个旋律，它就在你的心中回响。他继续说：“是的，让他来祝福你让他的祝福在你身上，在一千代以后，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身上。”是的，就是说神的他的祝福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感谢主，外面很多的教导这个传道人、教师，很多的人都为耶稣站立起来。我为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来祷告，他们会一直来侍奉神，一直不断的下去。他说让神的他的同在在你面前，在你的周围，在你的旁边，在你前，在你后，他和你在一起，他和你在一起，在早上，在晚上，在你出和入，在你的哭泣和喜乐当中，他是为着你的，他是为着你的，他是神。神他是为着你的，不是抵挡你的。我们要把自己和他对齐。当我们进入这个赞美和敬拜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是对着神是柔软的。是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是我们不能控制的，甚至是在这个
病毒瘟疫之前，在全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是超过我的控制的掌控的，也是很多事情超过你的掌控的，但是我告诉你这点，通过这些事，神是信实的，神会抓住你，他会支持你，他会高举你，他会给你超越你自己的力量，他会给你祝福，会来做出改变，他会使你站立和喜乐，他会给你恩典，他的光，他也仰脸光照你。当我们来听这首歌，听这些里面的歌词，去跟着唱，去享受神的同在，这是主的祝福，你会受祝福。以主耶稣的名义祷告。Generations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children.
你总是在我们周围，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前面，你和我们在一起，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神永远不丢弃我们，永远不会丢下我们，因为他不只是和我们同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在我们里面，他会和我们在一起，在永恒当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确信，一个应许。在基督里面，我们现在来到圣餐的桌前，来给归荣耀给神，给他赞美。那这些歌词是真的这么的伟大，他说到神的祝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要读这些歌词，是啊，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这是很多次耶稣基督所讲过的一个应许，一个祝福啊。这个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主把他的脸转向你，给你平安，给你平安。这是圣餐所有的意义。基督来到这里，把平安赐给我们，
不管在一个罪人和永生的神之间，是的，这样的和好会发生，因为基督来是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而死，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特权，知道这位神和他有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不再是有罪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和好，这叫做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圣洁的那一位，他代替了不圣洁的那个人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变成被赦免的，在基督里面啊，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关系，他能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的罪会被赦免，我们会被恢复在主的里面。那在以赛亚书中说，在53章第7节说，因为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我们知道他可以去呼唤十二营的天使，那可以让他们踏平所有的敌人，但是不，他的目的在世上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牺牲为全世界。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静默无声，在他的完全无罪当中，我们的罪，我们的所有的刑罚可以被承担。是的，他为我们付了这个赎罪祭的代价。神如此爱这个世界，他差遣他的儿子，所有相信他的不会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在永恒里的应许。作为神的子女，我们现在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有这个饼干，有我们的杯，它代表神所经历的伟大的牺牲，他是被鞭打，被压伤。是的，他身上满是伤痕，他的胡子也被扯下来。是的，在他身上发生了特别的可怕的事情，但是他所经受这一切是因为你和我，他来啊，因为我们的医治，他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要来记得，现在要纪念他，是的，为他的医治的大能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思想中，来恢复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带来圣洁和完整。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我们有这个杯子，也是代表了神所撒的宝血，没有宝血的撒下，就没有罪的赦免。耶稣不是被杀，而是他自愿地放下自己的生命在祭坛上，这样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他成为赎罪的羔羊。是的，多么伟大的一位救主。所以让我们来到一起来纪念，来庆祝，我们来祷告，感谢神。你每一个星期天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来敬拜，在这个圣餐的时刻，我们记得我们记得你所付的代价是他让天堂花了所有的代价。是的，让我们来看，超我们来看，真的是他超过人所有的这个没有价值，超过人所有的有限。神，是的，是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给你所有的尊荣和赞美，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说阿门，阿门。我们来吃和喝，来庆祝，一起。主啊，我们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所有的尊荣归给你。谢谢主耶稣，在我们的地步为我们而死，然后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差遣下你的儿子。我们来赞美你，来尊荣你，纪念这些事。在这个桌前，今天早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你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来赞美你，尊荣你，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我们都说阿门，阿门，赞美神。我们再次在主日的今天来打开神的话语，进入其中，
来滋润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里面的人受到鼓舞，受到高举，知道神在他的话语中说过什么，听见圣灵的声音，因为他是真正的老师，他会在今天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是受教的心，我们的心是对着神的事是开放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把我们的时间交托在他的恩膏、他的声音之下、他的恩典之下。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再一次，这是一个祝福的桌，在这上面你为我们预备了食物，让我们受到滋润、受到鼓舞，并且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焦点。主啊，我们打开经文，当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这是这个地球上我们可以拥有的最圣洁的东西，我们来进入它。主啊，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对有些人来说很多，对有些人来说很少，不管怎么样，主啊，对我们说话，启示给我们，鼓舞我们。主啊，我祷告你的恩膏在这个讲道之上，你会做你要做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生命中，通过你的话语，通过这个教导，人不只是单靠着面包活着，而是靠着神口中所说出的一切话来教导我们，对我们传讲。今天我的祷告，每一个人都听见，都会受祝福。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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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来进入话语当中，去来教导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神在今天跟我们讲什么话，也许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回到旧约，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很多的事情神以前讲过，在新约中没有改变，他还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样适用的。对教会来说，当时神跟以色列人说的话，今天也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通过圣灵的见证。所以呢，圣灵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要读是旧约的一段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我要从第八节开始读，我们请一起来读。他们在读尼希米记，我相信尼希米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总督，但是他是当时神的仆人，在那个时代。然后有这些利未人，利未人呢是神的那些这个他们是神的祭司，他们在教导这些子民神的话语说过什么，关于他们和他们和神的关系，神需要他们做什么。今天没有改变，还是一样。我们从这本书，这本好的书，就是神的神圣的话语，他的概念、他的律法、他的原则没有变过。今天他要我们做什么，今天他要供应给我们什么。他们从律法书中读我知道这是旧约，但是当时是他们的圣经呀。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圣经，是新约和旧约在一起，我们所有的如此丰富，我们受到如此大的祝福，这个这么大的启示。因为有一句话说，旧约是隐藏的新约，而新约是揭示的旧约。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有这么大的一个启示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如此大的祝福。我们继续来读，他们从律法书中读出来，讲明意思，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尼希米记八章九节，省长
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色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因为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是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再多一节，也许再多两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今天呢，我想要做这个讲道的题目，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我的力量，你的力量。我想要告诉你这是什么意义，是当时就给他们的话，在经文里面被写下来。神想说这这么重要，那他需要去记下来当天发生了什么。那一天，神说那一天就是他今天要说的话，对教会，对你，对我，对基督徒，对信徒们，就是他要对你说的话。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同样的话语在今天也要被讲出来。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相信是的，这个教导呢会欢呼鼓舞人。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来仔细研读的一个时刻，就是告诉你神是如此的伟大的神，如此美善的神，我们是如此受祝福的。但是我们要教导你们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话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跟肉体征战，我们所征战的并不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而是在天空中属灵界的恶魔，是黑暗权势。如果你知道灵界是怎么运作的，你需要知道神的能力是怎么运作的。我不是只要去感觉到，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运作，怎么去运用这些，要去到这个位置，通过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做一个信心的祷告，为我们爱的人，为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祷告让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要去分享神的爱跟他们。所以我们要今天来进入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的，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跟我一起说，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不是你的肉体的力量，不是你的银行里面多少钱，不是你的境遇好有多好，这对你来说没有意义，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要进入这里面，一会儿就进入新约的教导关于真理，它会装载着旧约的故事。今天也是活的，没有死去，里面的神的大能也是活生生的，这个启示还是活的，它没有死去。我们就是要进入里面。你今天预备好了进入里面吗？我们要去插上插头，我们要让神的恩典流淌出来，从天堂流淌出来。是的，圣灵准备好了，他要给你一个下载，他要给你这个能力。哈利路亚，让你走在其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在马太福音6章33节，
你可以打上来。是的，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寻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神，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说到田地里面去，这些鸟都不需要织衣服，神都养活他，这个田里面的麻雀神都养活他。这个如此爱你的这位神不是比鸟更贵重吗？在他眼中他更要照顾你啊。但是这里耶稣在说，再放到屏幕上，请你们，我们再次来读。他说他要你去寻求，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焦点，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事上，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那是关于圣洁的事上面。当我们开始去寻求这些事，去寻求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行在其中。然后呢，他说这些东西，这些供应，这些保护都会加给你，通过神的恩典，通过神的灵，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是的，是来荣耀神的，哈利路亚，是他来差遣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他已经救赎了我们，哈利路亚。所以呢，先求，不要等待它发生，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的脚放在地上，不是只是坐在一个客厅里面，用你的肉体坐在那边，就是懒惰，然后拿着遥控器，然后到处换频道，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换来换去，让自己很繁忙，因为我们觉得很沉闷。这是我们的电视，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就开始来玩运动的游戏啊。是的，不不不，神说可以做这些事，可以的，但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有那些关于他的国他的义的事，你的属灵的事情要去寻求他，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和他之间的连结，你和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垂直方面的关系，他在说要去加深他们。你不需要，你不需要有缺乏，你不会缺乏，哈利路亚，你会被保护，哈利路亚。神是如此的美善的神，是的，神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我知道在放大版本里面说他是你的力量，他是你的势力，他是你的基础。是的，所以我们要到这个地方，要有神的喜乐，要有神的耶和华的喜乐。你知道在尼希米记，这个当时的祭司文士以斯拉，那些利未人呢，这个文士以斯拉，他写了以斯拉记。那些利未人是教师，教导子民的。这是在基督来之前500多年前，他们在鼓舞这些众民说，这个坏的境遇，我们所在的糟糕的境遇，这没有关系。是什么是关键的呢？是神说过什么关于你，关于他，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让这些人是充满喜乐的，然后呢又对他们读律法书。我们回到，我只是说就可以了，不用放屏幕上。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在那里啊，文士以斯拉在那里，利未人在那里，他们就开始把一个标准来放出来，再教导出来，是神需要这些众民所达到的标准，这是你们要做的。如果你这样做，我就给你喜乐。我不只给你喜乐，在自然的里面，在灵里面给你喜乐，我要给你一个应许，你要到天堂去。所以这个喜乐
是在永恒上是连接起来的，在灵里面是连接起来的。所以我们的焦点必须是第一，要在一个灵里面是一个对的焦点，然后我们再回到其他的方面。这些人，如果你看经文，他们说今天是圣的圣日，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这神的话，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教导，我们去传讲，我们宣告神的话，我们开始解释神的话，我们来去用系统的神学去学习它，是这个这里这里那一点，那里那一点，就是A 在建造在 B 上 ，B 建造在 C 上，是的，事情怎么样子去交织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呢？这是发生了什么？那当时的人们就看到了这幅画面，他们明白了这些人所说的话。那突然之间呢，他们的心就他们的心就像被扎了一样，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脱离了，远离了神的标准。他们开始受到鼓舞，受到这个他们就是受到劝勉。一开始他们是觉得自己受谴责，以为他们做了什么或者应该做而没做的事，因为这些是他们在受到谴责。他们不愿意做的事他们在做，不应该做的在做，该做的没有做。通过这个教导，他给我们一面镜子，我们开始看这面镜子，通过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去看见我们从神的标准是有多远。就是当时发生的事。但是赞美主，就像今天一样，是的，这是他们所说的，这是那些利未人说的，这是神的文士们、祭司们所说的。他说，他们说，嘿，神不是要来责备你们，他是来劝勉你们的。通过圣灵做的见证，他会来劝勉你、说服你，但是他不是要来谴责你。他的宝血被洒出，来去释放你出所有的谴责，所有的定罪。所以我们自己的，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被劝勉我们所做的错事。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劝勉，也许他们没有在做该做的事，他们应该做但是没做，或者他们被说服，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他们本来是不该做的。说神说好好，这不是应该你所在的地方，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步，你应该做这些事。在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之后，他一直在劝勉你，不管你在地上多久，他要想要试图带一些人到你的面前来，他给你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是的，他真的是在这样做。哈利路亚。他会把人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说进你的生命中。有时候你会受到劝勉，这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这是正面的，因为这是一个意识，是在思想上和心里面，你需要改变。圣灵在那里来给你力量，告诉你如何出来，走到正义的路上。耶稣说什么？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些祝福就会来到我们面前。记得这些麻雀，这些野生的动物，神祝福他们，供应给他们。神祝福和供应这些自然界的动物，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如此多的丰盛的祝福。所以他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步，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这边，
没有什么，就是在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可以来触碰我们。那他有天使，他差派了天使，他差派这些天使来对那些人这个在空中对那些人的心做见证，让他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有这些人在当时的世代，在基督之前的500多年前，这些以色列的众民，他们是一个比喻，比喻就象征着今天的教会的人。当你在经文中看见神的子民，在旧约中谈到神的子民，那现在教会，今天的教会，新约里面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啊，今天就是神的子民。神的应许是 yes 和 amen。 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呢，我们有神的祝福，我们去寻求他的国，他的义，他的道路，我们就和他之间有一个联系，和他之间就有个关系，我们寻求他的声音，他的恩典，你开始去寻求这些，耶稣说你会受祝福，你会受到祝福，神会祝福你，他会保护你。但是如果你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你去做你自己的事，你懒惰，你做你觉得对的事，神说不，但是你没有让我进来，你没有让我进来，我要进入你的生命中，我不是要来控制你，我要来祝福你。是的，我要我的恩典，我不是控制你的，像一个暴君一样，我要给你最好的建议，我要给你最好的方向，我要给你最好的供应，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是的，耶稣他死，父说耶稣是为你而死的，所以你可以有生命，有更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是我们的得胜。因为基督，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就有这样的得胜，但是首先要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利路亚，是基督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寻求他的道路。任何这些信徒，他们做他们最好的，尽他们的努力。那现在我要平衡一下，我不是说我们都是完全的清洁的，我们每一件事神让我们做都做到了。不，神是看我们基督徒的心，他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做了，尽了我们的努力，但是还是失败，有些比其他人失败更多，因为我们都失败，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那我如此的这个感激神，因为我知道我是这样，所以我非常的谦卑，我知道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我会失败。那我可能有时候坐在底下，有一些这个牧师在上面讲道，那他可以扎我的心，因为我知道我错失了神的标准。但是神知道我的心，他知道你的心。当你去寻求他的义，他的国，寻求他的道路，有时候你失败，也许你有时候 50% 都是错的，都做不到，但是你却在这个竞赛当中，你在寻求神的事，甚至你是在这里在那里失败，但是没有关系，我告诉你，神还是会祝福你的，神还是会在你的旁边，他不是来谴责你、定罪你的，当然他会说服你、劝勉你。我告诉你，定罪是敌人、仇敌给你的，是魔鬼，他才会定罪，而神是来劝勉的，是来说服的。一个是黑的，是黑暗的，是真的是。另外一个呢，却是给你光明的。另外一个，你是看见一面镜子，你看见神的标准，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做对的事，因为神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你知道神没有任何事来抵挡你，如果你忏悔了，我说的是基督徒，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要承认自己做错了，这样神的恩典才会来充满我们，我们是错的，我们不会再这样做错下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他的喜乐是你的力量，
你知道，你听，我要这样说，你要记得，这跟你的境遇毫无关系，或者你做多少，或者不做多少。你来教会，每个星期天来教会，每个星期三来教会。那现在我们都在线上聚会了。当我们打开那这个线上的聚会，你每个星期三来，你每个星期天来，你每一天都来。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在说这个，不，不是关于这些，都不是关于你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有一个故事来到我的面前，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几千次发生过。我想到战争，那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战争，人们就被打死，被枪击，在这些不可能的这个境遇当中，在这个特别不可思议的境遇当中，这个子弹到处飞，枪声到处在响，那这个炸弹到处在他们身边爆炸，非常可怕的一个境遇，一个情景。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那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举手，他们来去捍卫他们的祖国，进入这个征战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战争，有世界一战呢，有世界二战，那有很多的忠诚的人们，那很非常好的忠实的人们去战争里面去捍卫他们的祖国，不要受到侵略。那在这个征战当中呢，在这个战场上呢，这些东西都在旁边这样发生着。如果他们知道神的话语说过，第一，神爱他们，耶稣为他们而死，耶稣的宝血覆盖了他们的罪，是的，那他们当然很害怕失去生命，在地球上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恐惧不是在灵里面的。当他们进入灵里面，他们感谢神，如果他们真的死了，那在那个时刻，如果这个火箭子弹击中他们，或者刚刚错过他们，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死了，他们有一个非常确信他们会上天堂。 Wow， 这是神的喜乐，在他们的是他们的力量，这就是神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在所有这些事当中。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男人和女人在这个境遇当中，他们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观念。那这里是他的焦点，是他的角度。他们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在每一件我们所做的事上，第一，我们首先要想到永恒。如果我们想永恒，那就是在未来，在好几年之后，那在几百年后，在几千年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焦点，我们开始来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开始寻求神，我们开始听见神的声音，耶稣的声音，我们开始被神赋予他的能力来去发展和加深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事之上，这是首先的。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想这些，我们想神，我们思考未来永恒，我们思考我们在永恒中在什么地步。当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你说啊，但是我昨天就失败了，我应该做的事我没做，我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你想一想，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你会有一个永恒的奖赏，天堂在等候你。事实上耶稣说过，我要回家，我会为你们预备地方，特别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会特别的喜欢他的，你会喜欢我为你预备的这些地方，这是你永恒的家，这是在天堂里面的。哇哦，我们要开始去想我们的
和神之间垂直方面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呢，那回到这些当时的世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就是象征着新约的教会。那经文中就告诉他们这些故事，生命中有一个伟大的目的，有一些伟大的事情，我们需要来去放对他们的秩序。我们基督徒，让我们这样做，让我们这个礼拜有目的性的这样做，让我们有目的性的这样做。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你这样做，我要你说，感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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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感谢你救了我，你洁净我，我有基督的义在我的身上，我有他的义袍在我的身上。所以如果我就在这个时刻死掉，我离开我的肉体，我的灵就和主在一起，那我就有几百亿年几万亿年的时间要和神一直在一起，在永恒中和神在一起。我会在天上活着，和我的救主，还有其他我所爱的人，这些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人。所以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你做错的事，是的，我们是做错很多事。我们中很多人说，哇，我不是说昨天上个礼拜，上个月，去年，有些事我还没有处理，那今天就是你要去处理这些事的时候。但是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不要让定罪来到你面前。就我告诉你的说，这些是从仇敌来的，圣灵是来劝勉你的，他在这里是来劝勉说服你去做对的事，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像耶稣说的那样，这些事都会要加给你们了。当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思，那我们再把这个题目放到屏幕上再多一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他的话语在你的思想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生命中，这个话语就被允许来去流淌在你的灵里面，每件事情都会就按部就班了，每件事情都会在一个对的秩序，在这个礼拜。阿们。是的，今天这是我们说的，通过当时的祭司说，今天的神的祭司牧师们也要这样说，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因为他的手在你的生命之上，我的生命之上，他会要做好的事情，他要来使用你，来去分享神的话语，他要来使用你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名，在地狱和死亡，在地狱和他们所在的地方，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去切断他们和敌人之间的联系，是敌人捆绑他们的那个锁链，你有这样的一个启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答案，耶稣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所以他们可以得释放，不再受捆绑，是地狱在他们身上所放的，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路可以去走。神要用你，他要用我，我要看见人们在教会他们会被见证。什么叫做做见证？就是来分享耶稣的爱，分享耶稣基督的话语。是的，我们都是神的器皿，都是神的器皿，神要来使用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当中，你说，那这是不是末日的一个迹象？
当然，这就是当时的迹象之一，在世界上就是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神说他才是完全的、绝对的、百分之百的保障。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是要找出来神关于你的生命说什么，关于我的生命说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神说我会供应给你，哈利路亚。我最好来开始结束这个讲道，有很多事情我想要说，但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去，这个是叫做是放大性的一个教导。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说不是每件事后每个时候每件事都是关于要让人欢欣鼓舞，我们需要真正的去研读神的话语，看他到底讲了什么。我们要听见他被传讲被教导，要自己去读，自己去学习。所以，但是首先，让我们首先走婴儿的步伐。你们很多人还是在走婴儿步，你们有些人也许说只是星期天你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属灵的食物，吃属灵食物的时候，那我非常高兴，这个线上的聚会我们还是可以来教导，来去学习神的话。有些人你们在挣扎，因为你们没有面对面，就像之前信徒们那样。当然我们很快也会回到那样的状态。我想要你们来跟我做一个约定，再一次的，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非常简单，主啊，我感谢你，我是你的儿子，如果你是女孩你就是女儿，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个非常优越的一个地步，你是我是你眼中的同人。这是神说的，神如此的爱我们，那这个道成他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成员道成肉身站在我们的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信息。当然我没有时间，我们要在这里结束了。神要我们走在一个对的路上，通过他的恩典，他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可以流淌在其中。当他的最后一件事，当他的恩典来到，你就开始为那些恨你的人来祷告，你开始去赦免他们，原谅他们。你以前是不可能去赦免他们的，你可以变成一个转变的人，你不会再恨他。我知道我当然是踩到有些人的脚上了，你说牧师啊，我试过，但是没有用。我告诉你，你要走婴儿的步伐，信靠神。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呢，你说牧师我试过，我就用你来做这个例子，在这个一个征战当中，旁边是到处是炸弹，人们在做错的事在你身上。那我们这样说吧，人们做错的事在你身上，他们做他们恨你，他们在抢夺你，他们在背后说你坏话，那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错，这就是你所在的征战当中。但是神给我们恩典来为那些人祷告，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的，你说牧师，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为你的仇敌祷告，这是神的力量，神的喜乐是你的力量。那我想要讲到信心的，但是没有时间了，不管下一次谁去讲到，也许他们会讲到这个信心，讲到信心的地步，你如此走到这个地步，我想要去教导，不是说叫你欢欣鼓舞到一个信心的地步，我要告诉你，要教导你什么叫做信心，是什么含义，就是信靠和相信，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哈利路亚，当你到这个地步，神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就是你的高台。我想我有点超时了，我祷告你会受到祝福，在今天受到祝福，是的，
在得胜的关键就是逃离这个情感上的搅扰，还有环境上的不稳定。每一个信徒都是应该是站立得稳的。如果你做了所有的一切，你站立什么？就是站立在神的话语之中，神说过的话之中。不管有什么在我面前，你就可以说神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些境遇没有什么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有神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他们这些战争可以在我周围发生，你的情感上的反应，这并不是神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从你的灵里面出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和神的关系中来的，是和从神的交通中来的。耶稣是的，他值得配得所有的赞美和荣耀，所有的尊荣归给他。阿们。我最好在这停止，然后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阿们。让我来下来跟你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你和我在一起吗？我们一起祷告说，主啊，来教导我们这个喜乐，教导我们如何进入这个地方。在我们生命中有坏的事发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超越这个境遇，不是被它所淹死，不是被它所往下拉。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是的，是在你的话语中，稳稳地站立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来接受，让它从我们里面流淌过。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人们会可以看见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是和神一起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起同行的。主啊，所有的尊荣和赞美都归给你，不是关于我，是关于你，是通过圣灵的见证。是的，主啊，他对我们的心做见证，每一天这样的恩典我们都需要行走在其中，在他的喜乐当中。是的，主，你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阿们。神祝福你们这个礼拜，这个礼拜这是另外一个又一个礼拜是隔离当中。这个礼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你这样祷告，我要你对你的神说话，你的救主，哈利路亚，跟耶稣说话跟我的父神说话，说主啊，是的，你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在今天，那是的，如果他们踩到我的右腿上，我就给他们左腿。是的，主啊，你会和我们同在，你会和我们同在，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在这个生命当中，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主啊，我还是非常的喜乐的，在我的灵里面，我还有里面还有神的喜乐。我有一个未来，我有一个在主里面的永恒的未来。这个礼拜我祷告，我们还是在为你们所有人祷告神的保护供应在你们身上他会带你去进入 你的应许之地。神祝福你们，直到下一次我们再见，你都是受祝福的。以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都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Presence of my enemies is your body and your blood you shed for me.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 There's a table, that you prepared for me in the presence.Your body and your blood shed for me.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 And I believe. And I believe you've overcome. And I will lift my song of praise for all you've done.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 I find my battles. This is how. In the valley, I know that you're with me. And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your mercy follow me. So my weapons are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